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龙二。现在一提到神车二字，估计大家立马都会想到五菱宏光。那小面包的名气绝对不亚于很多进口品牌。现在有消息称，五菱宏光最新车型 S3 将会在9月初正式上市。新车的外观原创度极高，前进气格栅非常帅气，也极具辨识度。整车采用了悬浮式车顶设计，并且在下部加入了黑色包围，以凸显其 SUV 的特质。据了解，新车内部将采用7座式布局，内饰采用黑棕双色搭配，整体比较倾向于年轻化。而在配置方面，五菱宏光 S3 也是相当的丰富，中控台配有11英寸电子组合仪表，立式8英寸液晶显示屏，空调出风口之间还放置有10英钟，看上去还是比较有品质感的。动力方面，新车将搭载一款来自通用汽车的 PTEC 1.5 升发动机，最大输出功率为111马力，传动系统匹配6速手动变速箱。此外，新车还将采用多连杆后独立悬架，非常给力。其实说了这么多，看来看去，我还是觉得这车更像是一台小面包，你们觉得呢？好了，以上就是本期视频的全部内容了，我们下期视频再见喽。